刘强东与奶茶妹妹张泽天的恋情又上演反转剧了。2月16号网上疯传刘强东已订婚的消息，有网友爆出一张刘强东在朋友圈上晒出手戴戒指的照片，并且写到此生此刻有你最幸福最好的生日礼物。在截图中还能看到疑似奶茶妹妹的微信号小田章的点赞，似乎是奶茶妹妹的回应，小编想说小本本在哪里。随后又有网友爆出2月16号在徐州东站遇到两人的消息，疑似要一起回家过春节，看来两人的好消息应该快了呀。而针对两人已订婚的传闻，网友们似乎根本不 care 两人到底怎么样。网友关注更多的则是京东到底什么时候会有全场一折的时候，喜事儿大家一起分享吗？忙过了新闻，坐等打折报道。